改变高雄是什么？经济。最常勉励自己的座右铭？叮叮叮。这样早上几点起床？五点。几点才回到家？十点。那你晚上几点睡觉？一点。如果可以变成透明人一天，你最想做什么？睡觉。叮叮叮啊，就是要拼四张要努力。很多的理想在家乡实现，要用很短的时间，所以时间最棘手。我们大概像桥头科学园区，还有我们的五 G L 托育园区，大概都已经有一个雏形了。社区托育会到明年，我们就成为六都的第二名。帮他在他创业的时候，给他资金的协助，小店家也能够数位转型。大家在不在？在高雄就是一种战战兢兢战斗的状态，因为在你要处理第一线的所有的事情，所以这个感觉踏在土地是很真实。小心了，老爷。高雄在地囡仔陈其迈市长梦从代理市长开始酝酿，十五年后才实现。代理市长是 acting mayor 嘛，哦，那 acting 就是有点演的意思啦，哦，就是代理的意思啊。这个是真的，要对选民要负责，那责任感就很重啊，因为是选票一票一票选出来的，不一样。身份责任不同，但陈其迈这特性却始终如一。哦，我都在讲。喜欢用美食照介绍高雄还不够，陈其迈直接带你吃。有一个所在叫九曲塘站。九曲塘站。九曲塘里面都有很多传统的好吃的，那等一下去就知道。这里好吃的东西很多，一下就讲不完，十只手指头都讲不完。好，这里就是龙目井嘛，所以在水啊，凤梨啊，玉荷包啊，然后龟啊，然后还有很多的像我们这种秘境啊，很多在地的这些好吃的都很多。他就下来那种咱大区的，对啊，我讲。那这条嘛，这条酱。哦，包包了，包到了呀。啊，这我来恁母啊做的，嘿。好大味，好。嗯，我外公是外省。我拢感觉无错。葱油饼都单吃，因为上面已经有胡椒了。我都爱吃那个葱油饼，然后是导游。哦，导游哥哦。这其实就是炒大炒大的汤。嘿。嗯，哦，好吃好吃，我真正我家己做，嘿，料家己炒，家己包的。小，都吃光了，可以再继续。啊，对了，这刚请教好来，请教好来。大球仔的有机凤梨的凤梨酥，没有吗？对。对吃执着的陈其迈在政坛更有暖男之称。哎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哎呀，快追过去了，快追过去了，追过去了，追过去了。快点，追过去了，追过去了，快点！追到了，追到了！哎，小朋友赢了嘞，是市长哎，好厉害的，好厉害的！做罐头就是先封罐再叠，那小心哦，这个要小心。对，这个小心，这个小心。小心吗？好，我这怕你，怕你怎么样？不会啦，市长不要说不会哦。他那个是副科吗？对，那一台机器是副科，太危险哦。那我们之后再想，没有防护的。使用吗？我也没听。
虽然任期只有人家的一半，但陈其迈誓言做第一名市长，他对这城市的未来蓝图是海洋首都经济繁荣，会不会很俗气？这是我们一起热爱的地方，所以我不会离开高雄。地方中心高雄报道。